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会计主题是固定资产的错误更正。错误更正在会计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任何会计处理都可能会发生错误。要怎样更正？当然是我们作为会计必备的专业知识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学习怎样进行错误更正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一下错误的种类有哪些。第一种叫自动抵消的错误。它的意思是，错误发生之后，第二年会自动产生一笔跟先前的错误金额相同，但影响相反的错误。因此，如果在第三年我们才发现这个错误，因为它已经自动抵消了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更正了。例如说，存货的错误，漏记应计事项。应计事项指的就是应收应付。漏记递延事项指的就是预收预付。或是进货入账年度划分错误，或是销货入账年度划分错误，这些都是属于自动抵消的错误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定 X 一年的期末存货高估，那么销货成本就会低估，净利会高估，转到保留盈余去的时候，保留盈余也会高估。那么 X 一年的期末存货就是 X 二年的期初存货，期初存货高估，销货成本也会高估，净利会低估，转到保留盈余去的时候，虽然是偏低，但是跟前一年偏高的保留盈余相抵消，所以第二年呢，保留盈余呢就会是正确的了。这就是所谓的自动抵消的错误。第二种错误是不会自动抵消的错误。它的情况是，这个错误产生以后，它不会自动抵消，一定要等到发生错误的这个标的除账，也就是从账上消失，或是已经没有任何余额在账上了，这个错误才会消失。例如，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出错，如果没有进行更正，折旧的费用就一直是错误的金额，最后处分这个资产，处分损益也是错。但是处分之后，随着这个资产的消失，所有的错误才会消失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。甲公司在 X 一年初取得一部机器，认列的200万的成本中误入一笔年度的维修费用10万元，估计耐用年限8年，无残值，采倍数余额递减法提列折旧。甲公司在 X 三年初发现这个错误，他要问这个错误对甲公司的保留盈余影响是什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牵涉到哪一些观念呢？第一个当然是错误更正。我们要做错误更正，首先就必须先知道正确的会计处理是什么，再跟账上错误的会计处理做一个比对。不应该有的，我们就把它冲销；应该有却没有的，我们就把它补上去。金额多的，我们把它调降；金额少的，我们把它调增。那如果是结账之后才发现错误，因为所有结账以后的虚账户，也就是收入费用类的科目，它都已经结清了，那么所有需要更正的虚账户，我们都会以保留盈余或前期损益调整来取代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题正确的会计处理是什么呢？ X 一年初的时候，题目说它是一笔维修的费用，所以我们应该借维修费贷现金10万元才对的。那么到 X 一年底呢，因为在 X 一年初它出的是维修费，所以 X 一年底当然不会有任何分录咯。 X 二年底呢也不会有分录咯。好，那如果错误的呢，也就是目前账上的会计处理，它又是怎样的呢？它在 X 一年初的时候，它会出借机器贷现金10万元。
然后到 X 一年底呢，因为它是一个资产的科目，要提折旧，所以呢，它就会出借折旧贷累计折旧25,000元。这个题目告诉我们，它采用的折旧方法是倍数余额递减法。同学们应该知道，倍数余额递减法它是以账面金额当作是提列折旧的基础，折旧率是直线法的2倍。那么第一次提折旧的时候，它的账面金额当然是成本，所以就是10万元。那么它的耐用年限8年，折旧率呢是它的2倍，所以就乘上2/8，答案就是25,000。那第二年年底它的折旧费用又是多少呢？我们知道第二年年底它提列折旧的基础应该是拿原始的成本10万扣掉第一年的累计折旧25,000，所以它的账面金额是75,000，同样乘上折旧率2/8，所以答案是18750。所以第二年年底它的分录是借折旧贷累计折旧18750。那么这里老师在跟同学们再次的提示，倍数余额递减法是以账面金额作为提列折旧的基础，它跟一般的提列折旧的方法不太一样，一般都是拿成本减残值，但是倍数余额递减法它是以账面金额作为提列折旧的基础，这一点呢很容易被同学们忽视了。那么倍数余额递减法跟年数合计法，它们都是属于加速折旧法，只不过年数合计法它是以折旧率递减来作为加速折旧的手段。我们知道年数合计法的分母是它所有年数的合计，分子是从最高的往下递减。那么倍数余额递减法它是以提列折旧的基础，也就是账面金额递减来作为加速折旧的方法，因为它的折旧率固定是直线法的2倍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把正确的做法跟错误的做法通通列示出来，我们再做个比对，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改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X 一年初应该是借维修费贷现金10万，但是呢错误的呢却是 X 一年初借机器贷现金10万，而且因为它挂的是资产账，年底的时候还要提列折旧，它会借折旧贷累计折旧25,000。好，第二年呢因为它本身不是资产账，所以当然不会有分录。那么如果是错误把它挂成资产账呢，第二年还是要提折旧，不过因为它是采用倍数余额递减法，所以呢折旧费用会递减，那第二年的折旧费用是18750，所以它的分录是借折旧贷累计折旧18750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跟错误做一个比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改呢？ X1 年我们对照一下，正确的应该是维修费，所以呢它没有要把补上去，借维修费10万，那么现金10万贷方是对的，但是机器不应该有，它却出现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冲销，所以贷机器10万。第二笔呢借折旧贷累计折旧，正确的做法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整个冲销掉，所以我们做的改正分录就是借累计折旧贷折旧25,000。那第二年的部分呢，正确来讲不应该有分录，但是错误的呢它会出现一个借折旧贷累计折旧18750，所以我们一样要把它冲销，所以改正分录呢是借累计折旧贷折旧18750。刚刚题目说了这个错误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？是 X3 年初才发现的，换句话说X2 年都已经结账了，所以呢 X1 当然也是结账。我们刚刚谈到如果是在结账之后才发现的话，所有的虚账户也就是收入费用类呢全部通通不见了，通通把它转到保留盈余或前期损益调整，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虚账户通通把它杠掉，用保留盈余取代，因此维修费把它杠掉变成保留盈余，折旧把它杠掉变成保留盈余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改正分录呢把它列示出来，列示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合并变成一套分录，它就会变成借保留盈余56250，借累计折旧43750，
贷、机器10万。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动作呢？这是便利我们后面的分析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改正分录。它的意思是，保留盈余在借方，那就代表要调减。换句话说，先前的错误会导致保留盈余高估，所以我们改正分录呢，才要调减保留盈余。因此，这一题，它的答案是，这个错误对甲公司的保留盈余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它会造成保留盈余高估56250。这就是这一题的说明。